等你好久了，下棋？还请手下留情了。小子不错，初次下棋就这么机灵。是老丈手下留情了。这天底下无人不玩捉鹿棋，老夫不过是个业余。相比大城镇里的棋手，自有一套棋路的，那才是真正厉害。瞧你颇有资质，许是难得一见的奇才。这天下捉鹿棋有七位名人，个个身上都有奇异的棋子。既然你要远行，不如去找他们试试身手。我要如何知道他们的名字和来历？玉水有个小子叫赵姬，棋下的还行。你若途经那儿，不妨去会会他。老丈提点。是子旭啊，你们那没事吧？收拾下就好了。这年头，就连待在家里都会遇到这等祸事。哎，听说过鬼神祭坛吗？那是禁猎区，属于山中鬼神管辖，四周禁伐禁猎。怎么突然问起这个？啊，听闻那儿有些稀有的药草，想采些给仙儿治病。采药的话倒是无妨，但最近山里不太平静，你们小心点儿。来，地图上标记启明墟的地方就是了。启明墟？嘿，老一辈传下来的，听说里头别有洞天，但是谁知道呢？谁也不想冒着触怒鬼神的风险在禁猎区瞎晃。我就不陪你们去了，入山之后当心点。多谢王兄。
真把我当烤乳猪了。香儿，你知道你的香囊里面都有些什么吗？有白芷、木犀、迷雾和藿香。哦，原来你是只自带香料的烤乳猪啊。阿兄，现在香囊在你那儿吧？是啊，帮你收得好好的呢。你才自己带着香料呢。狼群真的变多了，以前不是这样的。他们不会也是冲着我来的吧？不是的，这匹狼只是普通的山间野怪而已。况且现在带着香料的人可是我呢。嗯，阿兄是带着香料的。好漂亮啊。是很漂亮，不过这枚符印恐怕不太寻常。啊，披狼叼着这枚符印，为什么？阿兄你看那儿的雕刻。这儿就是王兄所说的地方了，鬼神祭坛应该就在这扇门后。阿兄，这形状跟刚刚的符印好像。待我确认一番。得再找到另外两枚符印。符印是被外力撬掉的，是人还是不是人类的足印？也不像动物的，恐怕是妖魔。妖魔？妖魔撬下了符印，足迹一路往外去，大概被带走了。走，咱们去瞧瞧，可能还有一窝狼崽子。这是他们的狩猎区，待会儿小心点。阿兄，你怎么知道的？看脚印。脚印？只要细心观察，脚印会告诉你很多事情。阿兄教你啊，
观察步宽和步幅，计算目标的体型和数量，还有观察痕迹深浅和间距，测定。好复杂，我怎么都看不出来。哼，阿兄这些年在山里可不是白混的。阿兄，他们没事，几只小妖魔罢了。可是，香儿别担心，阿兄的身手啊，打这些匹狼就像打小狗一样。那我也来帮忙。好，那香儿帮我鼓劲助威。怎么只有一枚？会不会在别的地方，像是被藏到其他巢穴？有可能，再找找吧。嗯，是人类的足迹。有人在我们之前来过这里，说不准被他拿走了。该不会就是王兄说的那名绿衣女子？嗯，不像女子的足迹啊，去看看就知道了。走吧。这些是他们搜集过来的吗？估计是因为闪闪发亮的便带回巢穴了，怪不得门上的符印会被抓下来。这人走得有点匆忙，看来他是趁狼群外出时进了狼穴。真狡猾，咱们不也是？不太妙，有几头披狼追踪他。啊，兄，你看，他死了吗？嗯，是披狼。这齿痕恐怕是个大家伙，狼群最为忌恨。这人闯进狼穴，留下了气味，披狼必定与他不死不休。那我们不也被盯上了？事情办妥，我们就赶紧离开此地，远走高飞。哎，没有符印。他身上什么也没有，难道被人洗劫了？有人来过，走。
这附近来往的足迹太多，辨认不出来了，约摸是进村了吧，进去探探消息。阿兄啊，要不就算了吧。小二怎么了？我觉得现在这样也挺好，不会咳嗽，也不会累，还不用喝苦药呢。香儿，还没找到鬼神祭坛，阿兄就已经对付了这么多的妖魔。我知道阿兄武艺高强，可这样一路打杀下去也不是办法。你看村外那人。傻丫头，瞎操心呢。你阿兄我呀。阿兄，我是说认真的。香儿，你听我说。好。阿兄已经答应那位大王要去商山找墨者。是。阿兄也答应过要好好照顾你。嗯。既然两件事都还没办到，就没有半途而废的道理。可是。君子一言既出。唉，司马难追。是吧？可不能让你阿兄做了小人。阿兄，你看，符印，真的，星儿真厉害。喜欢就看看呢。你卖的东西挺有意思的。东西是有意思，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要买的意思。怎么卖啊？3000。3000？这玩意儿有什么讲究？这是百年一出的祥瑞之物，名唤金戈石虫。金主杀伐，司掌宾歌之事，随身佩戴，可以百战不殆。如果拿去当做断野的辅材呢，可以让你的刀剑长保锋锐，削金断玉，不在话下。这么厉害，你怎么不自己用？我生性胆小，见不得杀伐，怕死。哦，那从死人身上拿东西就不怕了？你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难道你不懂？这救命啊！不好，有妖魔，救命啊！阿兄，用那个。不行。刘季，在。回报。禀文殊将军，防线已经部署完成，但是。说吧。妖魔势头正猛，又来得诡异，属下斗胆，请将军先带弟兄们撤退，到蔡阳和博生将军会合，重建旗鼓，我为将军断后。不可。将军，再不走的话，就无路可退了。你看，我们背后是什么？是玉水，是百姓，在我等身后就是百姓。绿林军可以撤退，百姓又能退到哪儿去？我等死守不退，并不是因为无路可退，而是有着不能后退的理由。文殊将军，我等誓死追随将军，绝不后退。追随将军。
你刚刚说的不错，确实需要去蔡阳求援。然而，目前光是维持防线就已捉襟见肘了，实在无法分出人手突围。大人，我可以试试。这位兄弟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我自是有些技艺傍身的。这……好。阁下如何称呼？聂阳太史昭，字子胥。就拜托你了，子胥。到蔡阳找我兄长刘伯升。好。走，为太史兄弟开路。阿兄，你当真要去突围？没事的。别担心，待会儿跟紧了，情况紧急的话，我会出手的。下去沿着河走，就会到蔡阳了。万事小心，拜托了。明白，必不负所托。列阵，上弦，放！姑娘危险！不是，可是，我是来救你的。天树里的大王一样，这是不一样的。那大王被扔进机关屋里，也不知是何来，谁知道他是做了什么才被关起来？不过，确实是有些莽撞了，连累你一起身陷险境。阿兄刚刚的样子很帅呢，自是有些技艺傍身的。
好大一头匹狼。这不是匹狼，是蝎蛆，小心了。为什么你在遇水的时候不用天书之力救人？哎，不是不用，是不能用。匹狼早就可以杀了他的，故意留他一口气求救。狼性狡猾，按着猎物不杀，必定有诈。啊，难道第二头匹狼早早就在旁边埋伏了吗？约莫是的。诸位勿忧，有我刘伯升和陆林军在此，妖魔若敢来犯，不准他们有来无回。白天呢，大伙儿好好种田打猎，晚上回家呢，就好好操操持家务。妖魔的事情就交给我刘伯升，大家散了吧。伯升将军，兄弟有事儿？遇水遭袭，妖魔围村。文叔他们没事吧？目前是守着，但妖魔势众，文叔将军前我求援。多谢你了，这位聂阳太史昭，字子旭。好，多谢太史兄弟了。兄弟们，是。兵发御水，随我来。是。走吧，我们也回去。还回去吗？就伯升将军带的这些人，恐怕他们会打得很吃力。况且，我们也还没拿到符印。刘家两位将军给人的感觉差好多，真不像是兄弟呢。而且，都没什么将军的架子。陆林军起于草莽，自然没有朝廷那种官家做派。伯升粗犷爽朗，文书温和果决，说是将军倒更像林家的兄长。阿兄说的好像见过很多将军似的。那是自然，以前背着你周游列国嘛。哎，我去做掉头狼，狼群就不攻自溃了。将军不可以身犯险啊！是啊，肯定还有别的法子。再拖拉下去，遇水就要失手了。除了我刘伯升，你们谁爬得上去？这……就算爬上去了，你们谁杀得掉那头阎罗？我可以。太史兄弟，你怎么也来了？来助将军一臂之力。能行吗？哎，这事儿可不能开玩笑。将军难道不信文书将军的眼光吗？好，就麻烦你了。等接近谷仓，我们就对狼群发起攻击，给您打个掩护。
大门都坏了，真的得爬进去了。阿兄没问题的，毕竟阿兄也是有技艺傍身的人。什么嘛，阿兄他在那山头上。好，咱们绕路过去，杀他个措手不及。那头阎炉看起来好吓人。